storm through enemy lines. Double kill. Multi-kill. A-site. 别动！我故意打快的，我想看他飘不飘的。实际上还是有点飘。他妈的，等一下我垫四张，我他妈垫四张鼠标垫，差不多就鼠标垫的，还没找到合适的。难道真是鼠标坏了吗？不可能啊，这么飘！ 走开！走开！ 妈的！ 还有个在哪？哎呀，老师再垫一张，老师垫四张，妈了个逼，垫四张！ 我还是感觉很飘，搞不好真是鼠标坏了。 但是我那天拆了两个新的视野是一样的，很飘啊！再垫一张，垫四张鼠标垫，哈哈哈哈！哎，老子垫四张鼠标垫，妈的！我去，怎么这么厚？四张鼠标垫这么厚，我操！好像好一点，好像好一点。 他们居然拿了两分！哦，对，我在那乱。
不丢这个烟不行，他家还有，后面后面必通必通。 你他妈丢个烟干啥？我这看不着，户口两个，两个，阴沟阴沟。回去了，回家了。钥匙不要电吗？我这还有个100多张吧。我现在房间里面有十几张，我以前老仓库里面还有100多张。还有两盒。 一盒大概是60张左右，有得有这么高吧，得有这么高。以前还有个一两百张鼠标垫在仓库里囤着，我都不知道。 哇的妈！中路直上，这他妈的这咋玩的？小到四个，小到四个，小到四个，哎，小到四个，打 A 了，打 A 了。整个你自己出邮费，太麻烦了，主要是。明天给你发一张，发个地址给我，你自己出邮费，我给你发2张。 免得你说老子小气，我给你发2张，好吧？不是鼠标垫没卖出去，那是以前进货，最早开外设店的时候进货配的，我拿来送的，我不是卖的，我从来不卖鼠标垫，那鼠标垫都是送的，哪里掉包？就是买鼠标送的，那是我自己知道吧？配的。 自己配的那个鼠标垫配蝰蛇最好用，抽个粑粑抽。那鼠标垫大概一张十几二十块钱，拿来卖什么？自己找厂生产的，不是正品原装的。正品原装的卖那个时候是卖100多块钱一张吧。 一两百块钱，其实材质都是一样的，那个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鼠标垫，它那个材质知道吧？它只要做工不是特别糙，那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无非就是卖个牌子而已。我自己找厂加工的。我没漏下。非常好用，非常非常好用。谁谢谢我？妈的，四个人就送吧，不送，我就给橘子发2张。 而且王八的办卡，你们买鼠标现在不都有配套送的吗？外设店应该有啊。又来。来。来。跟我来。